我是 Kevin Barber 医生，现在演示使用由 New World Medical 生产的 K h o g k Duo 刀实施微创青光眼手术 MAX 联合白内障超声乳化术的案例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相对软的白内障，刚切了一个2.4毫米清晰的角膜切口，然后是丝囊术，从中央开始向外围移动，需要抓住囊瓣。 并环形移动，丝囊直径约为五点五至六毫米。现在正在用一个 chain 套管进行水分离，大家将会看到流体波，然后是金色圆环。这个晶状体已经脱垂，大家可以看到晶状体的鼻侧边确实已经脱垂到前方，因此。 我将使用翻转技术移动此晶状体核，简单的反向切割垂直放置的晶状体核。对于软晶状体而言，这是一种很好的技术，因为它可以在虹膜平面进行白内障超声乳化，减少了软性晶状体核对后囊造成损伤的可能性。这是我治疗软性白内障的首选方法之一。 当我们到达晶状体核的最后部分时，大家可以看到第二个器械，一个 corner 钩，现在正在协助去除核表层。我们将 corner 钩滑到核表层的后缘，然后将其提起并向前旋转。现在过渡到冲洗或抽吸。 集中剥离皮质残余物，保留切口下皮质，直到最后。我更喜欢用四十五度的 I A 头进行操作，这样我就可以很好的接触到切口下皮质，如图所示。 我们现在会得到一个良好的粘弹剂填充。这是预装的艾尔康 （Acon AU 0T00） 晶体，将其放在囊袋内。我们现在将患者头部以约三十度倾斜，抬离手术医生的方向。 然后倾斜显微镜，使患者向下看，并使用防角镜来观察角度。在过度聚焦之前，我会将可 hook d u r e 刀穿过角膜切口，以无窗的方式进行。然后，我们将可 hook 刀插入小梁网，并开始逆时针工作。可 hook 刀正在剥离和切除小梁网，因为。 它是向前推进的，大家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小标记。为了充分提高手术疗效，我将会去尝试完成下方另一个一到二个终点的治疗，然后我们将到达初始通道终止点，并越过该点，结合小梁网，然后回到初始通道。 这将切断任何可能仍在连接的小梁网。最好是切除小梁网的切开部分，这是在冲洗或抽吸过程中完成的。此过程将去除粘痰剂以及小梁网剥离和切除后的任何残留物。 然后切口注水并缝合。使用可 hook 刀完成 Max 联合超声乳化术的案例现已演示完毕，谢谢观看。